据日本媒体报道，一跃成为色情女王的女星檀蜜，目前不管在影视还是杂志媒体等方面都备受关注。她主演的根据大石圭小说改编的电影《情蜜皮鞭》将于9月21日上映，该片的制作花絮 DVD 将提前上市。一些没有编辑进影片中的拍摄片段，包括监禁、帮扶、自卫等冲击性画面将一一放送。甜蜜皮鞭讲述高中时代曾被绑架监禁被折磨一个月的奈绪子的人生经历。檀蜜饰演的奈绪子是医生，同时也是 SM 俱乐部的 M 小姐。饰演奈绪子少女时代的是写真女星兼宫西贵，她在片中也有相当大胆的演出。库里乐负责上媒为你报道。